川崎会提前进行名单。在此，美方多位鹰派官员参加。美国总统川普、特朗普与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在 G20 期间的晚宴提前开始，图为美方代表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六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共进晚宴。除了两位领导人之外，还有那些人也会出席这次全世界瞩目的峰会晚宴。白宫公布的名单如下：美方代表团，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 Donald J. Trump， 国务卿迈克尔·蓬佩奥 Mike Pompeo， 财政部部长史蒂芬·姆努钦 Stephen M. Mnuchin， 总统助理、白宫办公厅主任约翰·凯利 John Kelly， 贸易代表罗伯特·莱特希泽 Robert Lighthizer， 总统助理、国家安全顾问约翰·博尔顿 John Bolton， 总统助理、高级顾问贾里德·库什纳 Jared Kushner， 总统贸易和制造业政策事务助理彼得·纳瓦罗 Peter Navarro， 总统经济政策事务助理拉里·库德洛 Larry Kudlow， 后排总统亚洲事务副助理伯明 Matthew Pontina， 总统口译员迈克尔·岩 Michael Yang， 总统口译员兰中波尔彼得 Lam Chang Poe。Peter 中方代表团，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丁薛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副总理刘鹤，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国务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全国政协副主席、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何立峰，商务部部长钟山，中国驻美国大使崔天凯，中国商务部副部长王受文，记录员外交部副部长郑泽光。名单由白宫提供。